让腰自然放松，对，让腰自然放松，腰做一下躺正，尽量就是能够靠近脚尖、前脚尖方向，腰做躺正放松，后侧有拉伸感，膝盖蹬直，对，有吗？很好，做躺正，呼气，一，好，抱得到脚踝吗？后脚踝。后侧有没有？后侧有吗？这里啊，膝盖绷直一点，对，有吗？对，保持。对，拉伸它。对，尽量可以摸下一点。十、九，膝盖蹬直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，一，好，来这个动作，踩脚背，脚后跟不要抬起，往前压，踩高一点，对，好，后面脚再往前一点点，好，腰背挺直，身体向前压，重心向前压，小腿有吗？对，让它拉开，等一下做深蹲的时候，你的脚踝它不会受限，能够更灵活的蹲下去。再踩高一点，半个脚掌踩上去，身体重心往前，对，呼气，上半身再贴紧墙，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重心骨盆再往前倾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一边。踩高，骨盆向前，后面脚不要垫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重心再向前，骨盆再向前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，再向前，踩高，来捧着它，脚分开，然后屁股往后蹲，不用捧着也可以，这样吊着，腰背挺直啊，一定不要这样子啊，腰背打直，自然下蹲。腿打开一点，分开与肩，对对，脚尖稍微朝前一点。可以了，腰背挺直，挺直，直接坐，身体重心再往后点，不要太往前了，尽量靠近身体，这个壶铃靠近身体。哎，对，好，对了，起，下一点，对，靠近地板，呼气起，二，胸椎放松，肩颈放松，三，挺胸最大，四，用腿发力起，五。脚后跟蹬地起，六，脚后跟蹬地啊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11，再低一点，12，手不要刻意去提，用下半身带动这个重量，13，14，15。16、17、18，挺胸，肩膀放松。19，六个，还有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。好，来继续做，你看俯身。用骨盆往后翘，二、三、四，这个腰不能甩的哇，用髋甩哈，能理解吗？你看俯身出去，屁股往后翘，腰背是打直的，不要这样子，屈出去，然后用髋的力量往前送，你只要髋回来，屁股回来，它就跟着有各个惯性这个重量，腿打开一点，对，
腰背屈髋，屈髋，屁股再翘出去，对，手伸出去，那边手往横着打开，嗯，走，一、二，用髋的力量不动的吗？髋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，对。等一下腰酸了，我跟你讲，屁股翘出去，来放下重量，放重量，放重量，动作不对，放下重量，放下，先把动作做出来。你看，屁股撅出来，把背打直，这样子，翘出去，对，把腰塌下去这里，膝盖微屈，对了，好，屁股再翘往后顶，往墙上顶，对了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好。再用髋送回来，一、二，屁股回来呀，怎么不动？三，对了，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髋往前顶，八、九，髋的幅度大一点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对，用屁股的惯性往前甩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屁股再翘出去。十九、二十，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后一个，五，好，休息。屁股翘的不够啊，屈髋的幅度不够，因为你要臀部往后顶，翘出去，让你整个背是打直的。为什么打不直？是你的臀部这一块。你看，你髋一定要把它送回来，往前顶的髋，髋要往前顶，曲度，背一定要打直，屁股往后翘，用髋的力量，髋的力量往前顶，三、四。如果你髋不动，它是甩不起来的，包括你的腰很受力，因为主要力量全都在你的屁股这一块位置。对，好，翻翻翻，往前抛翻，对，蹲，半蹲，嗯，好，翻半蹲就可以了，一，好，再继续，对，主要是你身体的一个协调跟反应，二，拿高一点，不要碰到地，三，再来，四，二十个哈，再来，五，屁股往后一点点。屁股往后蹲，六，再来，十五个好吧，十五个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最后五个，一，四个，坚持一下，二，加油，三个，很棒了，已经还有两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来看前面啊，不要弯腰，休息。俯卧撑，这个用跪姿做。不会没力吧？往前一点，太前了，对，放一点，好，开始，抬头，二，身体重心放厚一点，三，对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挺身体，九，抬头起，十，两个，一。最后一个，二，回回回回。